万。阿姨啊，回来了，七条。这么多，这么多，条不断了，旁边都一直出。白皮来了哈啊！怎么可能？对啊，这好久。Oh my god！ 这不知道哪个要骂人啊？大炮！大炮！啊！怎么可能？对呀、啊，太神奇了。哦，我也有分数了，杠一个。我还以为自摸嘞。多了九条，姐姐都没吃牌。对啊，没吃的。哎呀！哇，没下来的，结果自摸六七一摸三了。有的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五八万，八万带，哇，五八万带七万，好美哦。而且万子都不几乎没人拿，怎么那么美啊？对不对？这个牌多漂亮，好漂亮啊！不是，更好笑的是他还打一只六万都断了。对啊，六万断掉，太美了。手上的牌全部打下来，你看看，几乎没有拿万子。各位，这是我看这么打了三年麻将，我很少看到这样一副牌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边一个八万，对啊，手上只有两个万子。大万这边呢，一个八万，其他没有万子，手上几乎没拿什么万子。还有十张牌。万子都没什么拿、啊，我来。局根本就是急了我，李心如的局啦，因为根本就闭着眼睛都还有七万、七万、七万、八万，大万子都没人拿，还有万子都来了，哇塞，来到你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随便翻这六张牌。有六张牌可以胡的机会，太厉害了！自摸，而且重点是还没有人留得住，因为他拿六万，真漂亮，六万绝挂啊，太美了，断掉，完全断掉，五八万带七万。而且弟弟也拼了，卡六比，他们两个墙到现在去撞墙，你看。你为什么碰五条？你刚才牌为什么碰五条？那我想说没有，且看且走，因为我有且看且走，因为我想说做什么做鬼啊？做太少，你在几对三对？碰五，起码有个机会，机会很大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门清一摸三，所以是加一个底，四分的十二分，恭喜。对，放枪归零哦！你们就靠人家放枪，没出息的东西。靠自摸啦！我是靠自己要放枪的，好不好？来下一场，门清自摸三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十二台。姐弟连袂出局，好，第一场呢就买一个门清一摸四，好，一万两千块钱，果然厉害啊，能够走到最后那才是成功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个战事还没有结束，现在才第二场，我们问命者上来了，他们说来血池怎么样？碰到第一个人家就一万二了，要血吗？血啊，感想如何？啊，麻将，还是宁可不血？不会，还是宁可期待人家放炮？就自己努力啊，然后。也希望别人能放，而且也没到最后一关。对，蛮有运气。哎，谢雪，你今天很安静哦。我要把持我的气质。气质？他走气质路线。什么？把持气质。什么？走气质？那拜托你，就不要讲话了哈。讲话，开玩笑。来，第二场。来，加油。看看我们四家的牌。先看陈威豪的牌。人家第一把就一万二，未免者想血池，第一把就要放胆拼，万子多摸机会大，早听拼字摸也不赖哦。上一把欠人骂，这一把起手两进听，卡八饼凑条子大，你能不能好好把握，也来自摸一把呢？今天想再拼连庄，这把牌做不大，就往平湖走，打牌装气质，不上张有气质也没用啦。打牌且战且走，也不能乱碰啊！上一把打狠下，这把想胡牌，可得张张上才来得及哦。来出赛，七公。哇，你整个打很顺手不要放在镜头前面啊！来哥，我来这边打牌哦，第一次起手牌拿那么美，拿那么好。我来好好看，来希望进牌，保保顺。要胡，真的很美。人家摸牌的姿势也不错啊。
这样。喝垮你了。他平常都有在打。西风。丁好景。一锁。戏不要想了，想什么？先听了自摸，对不对？一万二，先发制人。第一志愿，沙班，真的是第一志愿哎！戏说什么真的很听话，白皮。哇，他在旁边，刚刚戏学在旁边已经指很久，就在先破坏你的门心，他的自摸会很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尽量破坏我。是。南风。再来试一把，再试一把，二万，棍子二条，碰一个，强哥又要玩碰碰胡了，是吧？白皮儿，到底要什么？一桶白皮，哇，难道有烫到？还是不要？四万啊？嗯。北风不先打，泄出来了。南风，且走且看。阿南，进。北风，我这边就死都不打，全靠。北风，北风。我发现陈威豪是那种急性子。打牌还蛮急的，东风吗？嗯，因为他上次稳稳打，超美，很美的红烛灯。哎，他当时是不是在摸三张牌就会没气质？气质，他不会没气质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。大米，寒风，进一张。哎呀！九饼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九饼，九饼，不好想打牌，就这么十六张，好牌，还吃掉一砍，东风，这么多大字，对啊，大字手，白皮，九万，碰，猜对给你碰。九条，碰，一桶，然后外面还凑在一起，大哥，我觉得陈威豪打牌好急，就是那种，真希望赶快胡，赶快结束那种。就是那种，真希望赶快胡，赶快结束那种。就是你，我也希望他赶快胡。四万四，我没有打智障，白皮。但我觉得很有戏吧，好美。九条。不要玩牌子。那个第一把，因为可能是这样的。